根据我人生的计划，下个月的今天就是我结婚的日子。他喜欢以交往为前提的结婚。哇，这是炭烤了耶！我还担心有点烧焦呢。我看他只有一点点没焦吧。周日晚间9点至11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原来一家人。哦，咖啡也是炭烧的。